喜欢。北人的带你去流浪，粉色，粉色特别白，粉红色。早安，天地才没有，刚刚吃了水饺，只是我有点想睡觉，所以我想说就喝一下。他喝能量饮都怎么喝？可以提神，对我来说，它可以提神。我以前会从下面开始挤，从下面开始挤，但我最近有点懒。还没睡啊，我通常不会半夜起床，都用吸的，我都用挤的。用吸的，用吸的通常是最后，我都在。今天感觉已经早上，那玩多少钱？没有，毫无。反正就算有，你也是买一个。这次回来，昨天看完动漫。最推五条老师，最推五条老师。再来应该就是主角吧。午安。最喜欢哪个反派？最喜欢的反派就是那个斯库拉，是这样念吗？还是都蛮好的。三姐的袜子，好像我的是有过期吗？我不记得，应该是有吧。安安。我是本人，我好像，
束喝完。拉很高，不是，是有分长短，不是你想拉这么高就拉得这么高，好不好？夜配夜息的日子可能会有吧，因为有点多，然后我懒得修，有点多，然后我又很懒得修，所以就会剩下很多。每个人对每个人都有进去，谢谢花生的支持你哦。开始有点了，我懒得挑导航，毫无修，我姑且是修了一张，但我修完它，我就不想修完它，我就不想再修。修了一张，我就不想再修，因为它的原图实在是怎么说，找随便找个图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它是原本原相机啊，那个差那么多，我大概过了三层，我过了三层吧。因为重点是因为它深写的地方的光是黄灯，就是它打的灯是红色的，但它要闪光灯下去就是正常的颜色。可是我们要拍照的时候就旁边都是黄的，所以就我们自己拍的照片会很黑，所以只能一直修。所以我光一张照片我就用了很多吧。然后因为你看脸没有光啊，脸很黑，所以我要调到有办法放在我的 IG 上，真的是我用了很多方法。你看你看，反正就是这个是他们拍起来，然后这个是我们拍起来，就是这么黑。谢谢阿奇的紫服的守护灵，你的是白色，我的是白色，然后上面有一点点粉红色。有一点粉红色。谢谢小音的麦克风，那款是有蓝色，有我记得有蓝色线跟蓝色底嘛。其实我没有看到每一双袜子，反正有蛮多双袜子。
很黑吧，超黑的，因为有影子什么的，后面的影子也很暗。只有粉红色跟蓝色，因为颜色吧，因为我们衣服只有粉红色和蓝色，没有黄色。大家猜这是特点跟谁呢？哈哈，这次鞋子上的缎带也是香琴，那双鞋子很久没有穿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护腕真的是有个大，史上最大护腕。这是轮流穿啊，袖套，那个喝完真的是超级大，超级大。都一套当然没有，怎么可能每个人都一套。护得到，它就是个装饰。看看你的头像袜子，谢谢阿米的 Popcat 大量发声。泳装，你就看那一套谁穿，就知道是谁跟谁穿一样的、啊，不然呢？配件类是，可以自己选。啊，姐姐如果觉得不行，就叫你去换这样子。啊，选不了的话，就叫他选也可以。谢谢阿基亚的什么 Kiki 做你的喵，是雅川，他可能跟公司借吧，是缎带不是发夹，还是都有什么缎带？哪里有缎带？蝴蝶夹，我本来没有蝴蝶结，本来没有这个，本来没有这个，但他们说没有人用，他说他买了，但是没有人用，所以他说他不想浪费，所以就加到我身上。有人穿，这套没有人穿自己的。不想了，没人用姐姐的那个。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显迪奇跟我在那边，然后姐姐说，我觉得他好像可以再加点什么，然后就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。我本来只有花，我本来只有这边的花，然后后来就多了这个，我的姐。蝴蝶结挺好的，该不会，说不定不是啊，说不定我只是刚好遇到他。那些花，哪些花？你说脸上的花吗？脸上的花是贴的。这个这边的头发的是假的。难得当一回浮夸仔，其实我觉得。
最近的升学真的蛮浮夸的。谁跟谁是姐是姐姐决定？那个要喷顶，哪个要喷顶？拆视频是不是？还好有妆法老师在啊。最大在哪里？最大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姐姐封面居然有你的 wing， 是不是被迫害？我记得那个当下，他们好像希望就是有其他的表情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个就是摄影棚那里说你会 wink 吗？你会 wink 吗？你会 wink 吗？然后就说我不会 wink。他说那先去旁边练习。他就是要你，就是要你 wink。他说给我三秒，然后就三秒说，姐姐我快不行了。我说姐姐，你挑那一张，我看起来很就是。我看起来很拼命。练习多久？我根本没有练习。现在问你可以吗？不行啊。做不到就做不到，就是我天生我那个颜面失调。我这边不能不用力。我那时候好像是什么？他说 wink， 然后就在。我说姐姐我快不行，可以放弃我吗姐姐？方便很像，是啊，我就是那个表情啊。先闭眼再开一只，真的是打不开。谢谢包子的猪猪你哦。他为什么生气？我说姐姐我。wink 起来真的是很可怕。没有问题。这边的话，一瞬间可能勉强看起来很像有，但是我没有办法 wink 拍照，无法。他都说可以，但是我完全，我这边可能没有神经吧，这里眼皮没有神经，我没有办法控制我的眼皮。
我这边会很用力，这边。呼花不用力，我不用力就变成这样。但我其实没有闭起来。我的眼睛在哪里？刘海是不是有修？刘海其实你要说有修是有修，但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差，就只是把这边剪短一点。大家要指定吗？树志君要指定一下，大概在一辈子没有这个颜色。不能跟杨小环。假的是不是？杨总拍了很多领域，都不要跟他咬的，就叫他收起来，叫他收起来，强制收起来。现在看到一次，我也觉得他已经。他很努力不重复，不重复那个主题。我们的身体真的是越来越浮夸，是个好事。浮夸的万圣节很期待，十月会更浮夸吗？现在是九月，我想说你们为什么跳过？原来下个月是十月。换发线，对啊，只是把它拉过来。谢谢十一的戳戳你。偷死七月生血感觉都嘴解禁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你说生血真的照片吗？
听说这次会蛮多奇怪的表情。奇怪的表情是正常的。下载当然是还没啊，还没下载。读者限制，好像解除了吗？好像解除了吧，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主题问题，所以解除了。也所有人的表情吧。拿到七月，这么难过。此方一缕绿荫。不知道吧？姐姐觉得好看，她就会用。已经疲乏，这个月应该表情是重的。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其实我其实想要多发几张照片，但是呢我又懒得修，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矛盾的过程。而且时间过了很久，我已经忘记我是怎么修。推车的话是给你一个椅子，然后姐姐会扶你，然后你就坐进去。反正用原相机我就直接想放弃。所以说给我用我用原相机拍照就会有点懒得学。然后其他的照片就是滤镜有点没有选对，所以我现在有点后悔。套用的设定没有哎，拍完立刻说，拍完不可能立刻说。拍完我会看到很多照片，然后就先会先删，删完之后就是等待他到来的那一天再开始修。憋起来，修的程序不是都有自己的吗？可是我没有留下来，我没有存起来。所以我现在很困扰，我现在很困扰，我可以发一张就好了，因为我其他张绝对不可能修到这么快。我只是打算第一张有拍到反子，其他就随意了。
再放弃的话，十月就来了。你们是不是都想看业配，然后不去指定这样？希望花个全身。有一点心动，心动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。业配都是业配，不然怎么会叫业配呢？好吧，那我就先挑个几张，我来看看我有没有办法修成跟那张差不多。被撩的感觉。参加那张修好的。不行，我觉得不行。最好的就是我直接选那个有滤镜的，用他的档案来发就行。对啊，他不能把他不用的给我用吗？这版本没有删。好错，有一部分，有一个地，有一些，这些我就没有很喜欢，这边的滤镜没有很喜欢，你们看不出来，就是说的是哪一张？没有几张，好难吗？好难吗？谢谢爱恋巧克力，头上的分线有没有乖？什么叫做头上分线很乖？可是因为它很糊，所以我太考虑。演示，哈哈哈哈，上次下来跟演示不是，就是 KK Bus。挑成黑白。
太多夜了，我充满了夜，充满了夜。看到其他张照片，要看我心里过不过得去。如果过得去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我选了几张？这个是不知道选哪张照片，这嗯。山抖了一跳。我如果用平板说的话，用平板说没有差到哪里去。画面没有比较大，就这样哎。美图秀秀就这样子，那看来我是不能用平板说，没有比较多，没有比较多。排位会越来越高，手机尺寸，这个是手机尺寸。看我怎么修，还以为我打开新手了，我是有下载了，你能看得到我现在在干嘛？你能看得到吗？看得到我修图是不是？ OK， 你能够看着我修图。
现场祈祷，希望我可以修得一样，请祈祷我可以修得一样。看起来是很好。调到一样，我也希望可以调到一样，但发现没有办法。什么绿绿的？刚见过琪琪，三个零一都好白。不是这个，嗨，这个。
嗯，哪个先？哎，这个先吗？忘记了，这个先。笑到不知道怎么修。爸，交给软体，交给软体。看一次广告，他好像最近可以只看一次这样子，只看一次就可以用24小时。是有差。
胖爸是不会看，不会差太多。胖爸可能没看到。我喜欢放大，所以不一样我就不发怎么样？我可以考虑不发哦。什么东西？什么很炫的东西？是国王的。我还在很认真的研究我头。嗯。太帅。特效很帅，阿蕾蕾，好，为什么他的头发这样子？按你的头发这样子。该怎么办？就这样。他在哪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？我中间做了什么？这边该怎么办？这边是发生什么事？这是黄色吗？是吗？是吗？看不出来。这样子，嗯。下面的球不一样，球不一样。
不能这样，这样，这样子。头发，头发发生什么事？头发发生什么事？不是这一张。哪里不一样？这个，是修过的。色，
两个颜色好像不太对。退一点。这个好一点，好像没有差。来来来。就是有微妙的差，是因为这张比较近吗？我的框的颜色不一样，差在哪里？还是涂一涂，我就把它涂一涂，把它涂成那个颜色，怎么样？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就把它涂一涂。谢谢七月的招招。哪一张是最？哪一张是原本的？这是什么 ？OK。参考，参考用。所以我说我每次修的方式都不一样，所以
所以我很困扰，我会忘记我怎么修的。有人看到人是用涂的吗？应该没有人看到。我刚刚涂到哪里去？我刚涂错地方。发两张就好。在哪里？是这四号。涂马尾没有，再把它颜色涂的像一点，这样子没有什么太大的。
热，太黑。所以大家应该感受得到我为什么这么不想修图，因为很麻烦。所以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感受到了我的龟毛，大家应该感受到了，就很麻烦。什么？这里是这里怎么了？删掉了。好的。好像差不多，头发看起来差不多。是球不一样。很棒的，球不一样。不是那个球，很生气耶。太亮了。就把舌头修一修，稍微有一点微妙。哪个修好呢？
这样吗？好像也不对，颜色不对。现在有点多一样的照片，我会不会等一下修错照？我就会吱吱。这个要碰吗？不要动它，这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就好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应该没有差太多吧。好像有，嗯。绿色，是吗？绿色。几点？四点。OK。差不多，还有哪里？棒棒糖，算了吧，那个就一定。虽然还是有点微妙，是哪里啊？眼睛。跳一下，跳一下。放过棒棒糖。再一下下，再差一点点，就差那一点点。这个吗？嗯？差一点，就差那一点点，再那一点点。谢谢叉叉的告白气球，再那一点点就好，再回来一点点。但好像又差太多了，好吧。再收回来一点点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
不行。为什么？冲进来，冲进来！我没有说这么多次，好不好？应该是没有。我现在在修的是哪一张？这一张。未接的存档，不会啊，它会有存档，好像差不多，应该勉强勉强。墙上的那个流苏吧，还有那个卷进，我跟你们只要这样滑，
这样滑都会觉得还好，但这样，当你这样滑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有差。这样滑是还好。但是哦，都抹掉。我不想说这里的了，我们就放弃全身走吧。第三以后，一二嘛，两张，反正你会有很多全身照。跟以前赶快修，我要选择障碍啊！我一直看着我在哪里怪怪的，可以放大，哦，可以放大哎，神奇的魔术。挑完正好下班，挑完正好下班。这是一个好问题。我累了。选照片，
先把这个传过去。1,2,3,4,5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8,19,20,21,22,23,24,25,26,27,28,29,30,31,32,33,34,35,36,37,38,39,40,41,42,43,44,45,46,47,48,49,50,51,52,53,54,55,56,57,58,59,60,61,62,63,64,65,66,67,68,69,70,71,72,73,74,75,76,77,78,79,80,81,82,83,84,85,86,87,88,89,90,91,92,93,94,95,96,97,98,99,100,101,102,103,104,105,106,107,108,109,110,111,112,113,114,115,116,117,118,119,120,121,122,123,124,125,126,127,128,129,130,131,132,133,134,135,136,137,138,139,140,141,142,143,144,145,146,147,148,149,150,151,152,153,154,155,156,157,158,159,160,161,162,163,164,165,156,167,168,169,170,171,172,173,174,175,176,177,178,179,190,191,192,193,194,195,156,167,168,169,170,171,
嗯，优秀。因为差不多的就可以套一样的滤镜，但不一样的就要套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我想要选差不多的东西。所以我一直看到剪刀，我就觉得很，一直看到剪刀就觉得很烦躁。为什么就都是一样的呢？都是剪刀啊，那这也是剪刀。可是这个滤镜很不想修。择一啊，这样择一。弄错，是不是我删掉了？还是真的我就只有毕业？看起来是啊。就一二，这边的滤镜没有很想用，所以就不放在 IG。不放在贴文的，不好看的滤镜就放在现实动态，让它消灭掉。不然到时候还要典藏，太麻烦。
人生困难。吃饭，我又没有说是哪一天。我心情，我想到我就发，我想到我就发。我没说哪天，对，我想到我就想，不想不想睡太多，好，不看这里，不看这里。今晚不能睡，一二三四五，再一张就好，六张。哎，我昨天是发了什么？我昨天是发了什么？我失忆耶。哎。我昨天发了这个，先删掉。然后，先，我先删掉，不然我会忘记。这一张。一张，混在贴文里，这个先删掉，还有一张在哪里？应该是这张吧。这一张、okay. 一二三四五六 OK
那就很快的啦，应该吧。好不习惯哦，用平板，超大的，有够大的。OK OK。不要误餐，不会不会。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干嘛？我要干嘛？我换成平板我就看不懂。其实好像，收起来好了，我这样好不习惯。50，15，30，20。我绝对会忘记，我已经忘记了。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应该是这样子，差不多吧。哈，按错了。去哪？去哪？他发生什么事？坏掉！我平板不好用。等一下，我今天会忘记我刚刚选的哪里，等一下我看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啊，因为我刚刚删掉，太好笑了。OK。等一下。我不相信平板了，他怎么会这样子呢？15，这边30，差不多，现在减掉20。你差不多就好了吧。我们的重点是第一张有对就好，其他就随便。啊，可是没有很好看。看来我等一下已经会说的不一样。
没问题。我又要开始看广告。我刚刚应该要先看广告，再来的。究竟有没有办法在五点前修完？应该是可以的。刚刚是一个多小时修一张进度，因为刚刚那个灯比较微妙，需要比较多时间。刚修了什么？我刚刚已经忘记了。这样子。在线修图，对，我在线修图，差不多吧。
我看一下，我修的是颜色，修的颜色是颜色，不是人。我对我没有要求那么高。好了。可以下班。看这里，是什么？重复之重复的图。就像最后一张，最后，其他先删掉。他也换。脚那边有个黑黑的是什么？哪边？哪里？你说刚刚里面吗？就是我涂到的脏脏的东西，应该是在哪里啊？你说这个吗？就是我刚刚在涂头发的时候涂到的，我后来把它擦掉了。其实我也没有暖色啊，我其实是冷色的人，冷色的人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看这里的球球也太。都修的一样，我已经尽力让它看起来差不多了。我已经尽力让它看起来差不多，但还是仔细看还是会有一点差。啊，大腿的颜色不一样，顶多等一下去把它改一改。现在改也是可以。差不多，其实不是重点，但是会就是有会有一点还好啦，因为用滑的就看不清楚，用滑的你就会觉得差不多。有买春节针可以贴给我。花一个小时，不会，我跟你讲，我文案是最随便，真的，就是文案的部分就只是插在需要翻译的部分，其他都蛮随意的。
要看全身照，我可以发全身照。反正现实动态的话，那个色调是没有差，不影响我的拍板，所以放现实动态是最简单的。买我的可以 tag 主子吗？ tag 他干嘛？为什么要 tag 他？那个阿星，那个阿星也是微信。我现在只收到三个人吧，三个人的订单。三订单，不然我还要去问，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？我想说大家可以顺便啊，没成功。如果是那个少数的，就不用告诉我，没关系。一包就不用跟我讲。哎呀，我就当作大家都有买一包。可以吧？反正因为真的是太多。养什么？我不需要养什么。哼，我看看，等一下，我刚刚存的是哪一张 ？OK， 好。证明他真的有买，我相信他有买，反正一包嘛，一包他还欺骗我，他就真的是哈。Thank you.
小户，小户也是小户啊，我只是说小户就不勉强他还要 take 我。330的谎言，一餐一餐的谎言。假如说他说哦，每个月都有指定零一八包，然后我从来没有看到，我就会觉得他是说谎。一包完了，一包我会相信你，懂吗？你只要说你都有指定零一一包，我就会相信你。我怕会有那种每个月都要买，但是他其实没有。口头八包，口头八包，下订单这样子。炸鸡仔，灌饭，灌饭，灌饭。每个月都有买一身写真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有买一身写真的大家，不要欺骗我，不要欺骗成员的心。谢谢，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双马尾的，不然有时候我都觉得双马尾，说不定明年就看不到双马尾。每个月都有买，但没有 po 照片，没有照片 po。触动你的心，触动你的心，是数字君都要买一下。这个就是一个充满粉红色跟彩色。数字君的要素都有在里面。九九充一次七八就好，九九充一次，不然你会那个消磨，消磨你的心。很松的彩虹护腕，都不知道那个是怎么样，是戴了几百年的护腕，怎么有办法这么松？可能它刚开始是紧的，只是到后边就越来越松，到我这边就已经，姐姐这个护腕是本来就这么松。可是数字君也可以买一下，有买就是数字君。护种，你说他是戴在这边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天衣护，他都可以拿来当袜子穿的，其实是护脚的。嗨嗨，我要念今天的排名。今天的第十名，今天的第十名是小英，谢谢小英。第九名是茶茶茶茶，第九名是茶茶，第八名是圆滚滚。第十一名是啊，不是第十一，第七名是十一，第七名是十一，谢谢十一，
第六名是阿米，谢谢阿米，耶、yeah。第五名是七月，谢谢七月。第四名是北原，谢谢北原，谢谢北原。第三名是包子吧，第三名又是包子，你都这么努力要那个第三名，谢谢包子。第二名是花生，谢谢花生。第一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专业抢先。辛苦了，拜拜。再来就是下礼拜是礼拜一，个礼拜四，拜拜。先等待我心血来潮的时候发文，心血来潮发现实动态。夜袭手下留情，当我看到几个眼熟的，我就会删掉。我会看时间啊，假如说我是凌晨12点，那个时间就会比较短。假如说我是凌晨3点，我就会放比较久。对，这一切取决于有几个人看到我的现实动态。开梦两次应该是够啦。嗨嗨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请多多支持三写真，记得指定领域，感谢各位。